请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回归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界线，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一夜深，爱也分，这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只有人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若真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汽水有啥物通好看的？哎呀，这罐不是普通的汽水啊！啥物不是普通的汽水？迄淡珠汽水啊，街仔路拢有在卖啊，足普通的一罐汽水啊！恁一嘴啦！恁一嘴！你莫跟我顶工啦！这罐无同啊，这罐秋瓶送的。哎呦，有够烧的！来来来，遮坐遮坐，我替你看卖吼，抽春出来，种啥种的？这十个啦！哎呀，天灵灵地灵灵，乌龟变麒麟！哎呀，嗨呀，相思悲，莫犹豫。明仔载船就要来啊，咱就要离开这个所在啊。对啊，感觉怪怪的吼，足唔甘的吼。这些人每一个人拢足好个，大家亲像一家人共款，我感觉足温暖。讲实在话吼，老在家，有食够困，再行路够有风，这真正袂歹呢。下头，咱卖走好无？医生袂歹歹医生，咱是假医生呢，若是正港医生来，咱要安怎？我是看你唔甘呢，才超过伊安尼讲的呢。好心去有雷惊。够水哦，真好。无，无论这个死囡仔吼，啊，一个出去都遐尔啊，一工啦，拢无声无息，干咧刚卡上电话倒转来尔。咱即摆人不知伫咧倒位啦，差就这个囡仔吼，有哪无咧啦？啊！你这个做老爸，哪会讲这款话啊？牡丹的文化已经发生什么意外了？你还搁在家骂？我是烦恼到这几天拢未食未困。文化就是叫你想歹去啦！伊想要歹回来，伊若回来哦，我赶紧去把他要回来。你心肝哪这么凶啊？伊是恁囝呢。啊你，先生，蔡丹来啊。谢谢你嘛。你看，李红来啊，咱是要来向你交代了。你来，高亮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像高亮啊，我今日来吼，也无特别大事啦。最主要想要问讲，已经过这么多天了，文华到底是有消息了无啊？也无啦。
才想讲呢，代志怎会无到安尼啦？真歹势啦！我实在吼，袂落面太好见你啦。好啊啦，大家老朋友啦，即马讲这拢无效啦，目前生活重要呢，紧将门户找倒转来。哎，当丽玲逐工吼伫厝内面啦，甲我提提哭，我是怎样哦？看这个办事啦，我若无插手来找人，煞袂煞的。亲家啊，你人面较宽，若是有你出面哦，阮华已经真紧就找到。会啦。丈人爸派人找一个离较出草的这个囝婿，这话若讲出去哦，我毋知这面子是要放在倒位。好啦，无麻烦你摕一个文化相片给我。啊，文化相片，好，我来摕。请杨总。有得啦。相片伫遮啦。金龙啊，得，你交代落去，按相片去找人。是。丽玲，你都爱看较开个啦。好啊啦，我无想要阁讲啊。我的汽水袂记你摕，汽水我去摕就好啦。你是汽水，两罐，到底是多一罐？多一罐才是秋明送的。凊彩啦，为着汽水拢做啊同款，凊彩提罐也唔知影，都是你咯，秋明，秋明，快秋明。别安尼啦！你看你这班吼，袂输要去南洋做兵，爱哪要缀人走？笑者啦！无猜我无猜我，敢真勇者到？恩大，别安尼啦！既然是无缘的缘分，你着较放袂记嘛。啊无吼，你心肝会艰苦呢。我看你艰苦，我嘛替你艰苦。即个离开了，唔知影以后工还阁有机会无？你莫想遐济嘛。嘿嘿嘿，过年哦，还阁做代志等阮处理呢。哎呦，我脚就酸的咯，手就呆呢。哎，莫打你个电话，这手边上话，拎一嘴啥要紧啦？我讲袂当拎就是袂当拎。哎呀，你那遐单身的拎一嘴啦！哎，莫拎了。这是啥物汽水啊？莫咸咸的，莫臭硫酸味啦。刚刚这款是保定提来一罐。啊？尿！秋萍啊，啊，今天尿尿安怎？我第一看到这种情形啦。什么情形？陈玲姆啊，啊，你嘛爱讲笑呢？啊，你提一罐汽水，啊，是要验啥啦？你讲这是汽水？是啊。大秋啊，啊，秋哪会变汽水啦？汽水就对了。你是安怎？我有放哦。你亲目睭看我放的哦，干嘛来弄？无啦，放一过就后代志，完好人。
啦，刚刚要做啥？哦，要坐船啦，要去倒？想袂到陈医师这么诗情画意啊！无啦，啊，都已经无代志咧。哎，对啊，你哪来遮？哎，巡游诶，我去检查一下。哦，我行。哎，小姐好。来，这个在哪？你去遮，安怎找找？再搁找机会看卖，对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来来来，到时啊。哎，到家了。好，来来，我看卖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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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袂啊。哦，就这呢。好，有无？陈医生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来卫生所报道医生，叫陈文华。啊！你叫陈文华，你嘛叫陈文华，你是医生，你嘛是医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少年呢，唔当我白讲哦，你有什么证明啊？啊？陈文华。奇怪，哎，陈医师啊，你的身份证呢？我就抓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无在外口乌白来。我怎么叫你就抓嘞？你就是在外口乌白来，这身体不甲贵重歹了了，唔敢给人见，提起水去钓我。你老实讲，外口你抓某是甚么人？你讲啊，讲啊！哎呀！倒一个查甫袂偷食啦，啊要偷食你嘛爱会晓切嘴啊。嗯。唔是，我意思是讲吼，查甫囝敢做敢担当啦，啊你敢做啊吼，啊着规日心灵莫让阿嫂生气啦哈。诶，我你是讲啥话啊？我敢有叫你起来？无。诶，你讲迄收含啦？啥物放入会变做汽水？敢有我倒我着床顶免坐，咱路边呾摆一摊，放入来卖就好啊。你床顶卖啊？真好啦！真好，就对，一个五十块，唔来交到对去啊！啊！什么代志？今日过来一位医生啊！哪有好康过来一个？啊，你请两个呢？我哪有请两个？一个尔啦。唔是啦，今日过来一位医生哦，跟我这是真正的陈木华，顶下迄个假的陈木华已经有赶快来去拍手啊啦！啊！今嘛你到有啥物要讲？啊？陈定华，这个不是陈医师，那个才是真正的陈医师。哦，真好，我叫陈文华。你才是陈文华？哎，之前你讲你是陈文华，啊，即马人来啊，啊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哎，陈定华，大事简单的很，这个是冒牌货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假牌。哦，这个。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也不清楚。好了好了，你自己说比较清楚了。陈医师，你紧讲啊，你紧讲啊。是啊，你哪不来讲？你讲，唔敢讲啊。是啊。哎呦，啊这什么时阵啊，唔紧讲讲的，看有啥物误会，啊，敢来对啊对看落用啊呢？哎，传电伫遮，有话做你讲。领导，代志到遮哦，无讲袂用的啦。紧讲啦！当然嘛，爱讲，紧啦，紧讲啊！啊好啦，伊讲袂出嘴吼，我替伊讲啦。阮年头哦，叫高俊男啦。哦，高俊男哦，不是陈医师啦。阮两个哦，不是医生啦。我本来哦，要管迄个查某人的钱啊，啊，谁知哦，这乌社会跳出来哦，讲要抬阮啦。阮两个从安尼去哦，走路啊，一个老板哦跳落来，无啥物代志呢。
哇，你个乌社会哦，白包乌煞啦！高中出动，哇，两三百名，扛包围嘞！你个吼，我下工就吼一台奥多麦嘞，徛在弄啦！哈，飞车弄车，我两兄弟个脚手太慢，目睭太直，我一直在哦，有影无影？啊，阮就直直走啊，走去江边的时阵吼，啊，就拄到伊啦。啊！就偷摕伊的行李就上台啦！偷摕啊！这代志你哪做会落去？啊！想袂到的代志还阁足侪嘞！啊！落船的时阵就拄到你啊！船长爸，你看到阮烟头的，就讲伊是医生，啊拖阮直直走，阮嘛足无愿意的啊！啊，若唔是，就爱共讲唔是。哎、欸，这医生是袂假的呢。哎，医生假是医死人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大哥，你讲啦，你证明啊，你讲啊，你讲。我知影，我安尼欺骗大家是唔对。其实我的心内嘛是足痛苦。本来阮早就暗算讲要坐船离开这。便当。看在我们曾经认识过哈，今天晚上吃个饱，明天一早就上路啊。谢谢谢谢，多谢多谢。哎，长官呐，啊，平常时咱就好个对不？啊，我哦，这尊敬你，有一件事哦，可不可以商量一下？什么事？趁现在哦，没有人，你也在办公室给我。哎，你是说什么话？我告诉你啊。我老王做事啊，一向是秉公处理，公事公办，放你们走这是犯法的。商量一下啦。秉公处理，
公事公办哦，你也叫我们调来国道。哎，恩达，吃饭啦。我吃面菜。哎呦，哇，空巴嘞。恩达，你是啥个手平啊？卖搁想啊啦，明仔载哦，咱两个哦，都要去我们送去马军去啊，啊，你想也无效啊。恩达，先食饭啦。陈秋平哈，这有什么代志？陈秋平啊，我有一件代志，想要拜托你啦。莫讲拜托，代志做你讲。我想要拜托你，拜托你也管我讲一下，帮好你因两个人一条生路。哦。哈？啊，因两个应该只好，哈你才过来填求情啦。你的做法虽然足不应该，啊，不过我咧想，因两个一定有啥物苦衷伫个啦。搁再讲哦。伊若是存心要欺骗咱，嘛无必要头脑坐船来离开啊！我不管啦，我不管啦，伊骗我，伊就是骗子啦，歹人啦，骗子啦，歹人啦，歹人啦，歹人啦！陈立伯，你讲的是对的，不过就是你唔对啦，唔过，我即马甲想倒转来，秋萍讲的有道理哦。那两个人绝对不是一开始就存心要把咱骗啦！你来糊里糊涂，也唔免身份对号清楚，啊，就甲杀来咱家。讲起来，你家己有责任啦。哦，妹，啊，都拢是我唔对，啊，唔就好。本来就是。哎呦！卖多咧害啊！啊，代志都唔该安尼吼啊！长腿姐姐，你头壳头有，你唔想我报？我是有报，敢就有法度咧。即马都唔是咱话煞就会煞的讲，迄即马。春英嘛。哎呦，船长嘛，我嘛，咦，我有办法啦。啥？即马若要救因迄两个人，干那一个人尔。啥？陈医师，你是这个护士叫秋萍对无？所有病人的资料我拢看过啊，伊整理得真好，嘛真详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啦。我初初来到这。以后还阁有真侪所在爱麻烦着你，请你多多指教。陈医师，我，你有啥物话你直接讲袂要紧啦。你敢会使放过因两个？因两个实在有够过分的，叫我放过因，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假的啦！啊，假！好啦，等去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，啊！老王啊，等你啦！小等你啦，老王啊！等你！哎呦喂！啊，过来哈！老王啊！哦，真好嘛！哎，这时啊就要给你送去，只管的小代志交给我就好啊，还要麻烦你们两位。哎呦，不是安尼讲啦，唔通随给人送倒转去啦，那就安尼一时一刻啦。敢免我讲情情？哎呦，村长啊，不是我不讲情理啊。实在是因为他们两个的行为已经犯了法，罪证确凿，我身为执法人员，我不能不办呐、啊。老王啊，有影啦，虽然你有做唔对去吼，也不过本性都未歹啊。啊，
虽然讲是赤脚神啦吼，捌救过一个囡仔的性命呢，对无对无？人讲救人一命吼是功德无量哦，会去将功补罪啦，老王啊，通融一下啦。村长嘛，你讲的我拢知影，要唔讲哦？他们真的是偷了东西呀、啊，救人的事情归救人的事情，总不能够混为一谈嘛。哎呦。哎、欸，你那话咧讲几档，真硬哦！你真正要来办不着啦。哎呦，村长啊，是累啦，我真的是做不了主呢。上船，上船啦！哎，陈医师，不是，俊男嘛。村长嘛，我安尼做，你搁替我求情，你对我这份情，我会放在心肝。是啦，我和你嘛同款，我嘛永远哦，把你放在心肝。恁两个安尼讲。我是会唔甘的，啊！即摆转啊头吼，大家都甲恁拢安尼好面试，想袂到。好了好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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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妹啦，阿婆啊，因某啦。喂，应该你叫伊因啊呢？因某在哪啦？哎，小蛋进来啦！小蛋，你莫安尼甲拖啦！哎，我拜托你啦，伊是阮查囝救命恩人，你莫甲送走，你甲送走，阮是要安怎？婷婷，你紧来甲阿伯拜托，紧来。阿伯。你哪来啦？你叫伊起来啦！喂，我嘛跟你过，拜托你帮伊两个啦！哎呦，你们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帮伊两个起来啦！来来来，起来，起来啦！啊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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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母女啊，这份知恩图报的心情我了解。我老王也不是没心没肺的人，也不是我非要送他们走不可。你的意思是讲你？可以不送他们走？哎，行不行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说，哎呦，你们求我也没有用啊，我做不了主啊。你咧做不了主，啊，这道理上大，你搁做不了主，无什么梦想啊？哎，村长啊，现在是民主社会啊，一切讲法律，不是我一句话说放人就能放人啊，这万一要上面追大家来怎么办？村长啊，我老王啊，是从本岛调到外岛，从外岛调到了离岛。我可不愿意从离岛再掉到无人岛啊！今晚娃娃拜托你啊，不要为难我好不好？拜托了，拜托了！多谢恁大家好意，阮既然做唔到代志，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这段时间，感谢恁大家对阮的照顾，多谢。好了，慢点。行啦。兄弟们，归村了，归村了，归村了！喂，小干姐了，小干姐了，秋萍呢？喂，喂，秋萍呢？哎呀，这边送送。小干姐了，光顾光辉了，拢是光辉了。什么代志讲误会啊啦？大叔，你甲光辉讲了。是。紧讲了，大叔，紧讲啊！是我误会因两个，因你不是因偷摕的啦。陈医师啊，你常讲哦，明明是他们两个偷摕啦，怎么今天说是个误会呢？是我记唔对啦。你讲我向阳公公要上船，叫我去拔一刀，什么代志拢袂记啊？后来我慢慢想起来，因你不是因偷摕，是我家无小心碰见的。是安尼哦。对了对了，讲哦，不是偷摕啦，是阮无注意会捡到的啦。啊？不是偷摕啊？那你们昨天为什么要承认呢、啊？我当马跋倒啊，啊，下一个脑震荡啊，跟伊同款吼，嘛袂记啊，记袂清楚啦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不管是偷的是捡的，捡的呢就要物归原主。你们还冒充陈医生的身份，就不对嘛。冤枉哦，阮两个是来马公铁道的呢。啊，伫码头的时阵啊，啊，船长袂就讲阮沿岛的是医生啊。哎、欸，我们大哥也不愿意冒充陈医生啊。当初你们搞错了。那么事后就应该说出来啊！是哪里啊？大舅。哎，陈舅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等。这种我唔好啦，我刚刚，当作医生就甲拖定啊，无用解释机会。拍谢。对啦对啦，拢是你唔对啦！哎，船长人呢？你船长呢？糊里糊涂，才会误到一摊遐。拍谢。啊，呾代志记着，着解释清楚啊！人陈医师嘛有讲，讲行李是伊放进去，暗时两个偷摕个啊啦，啊，等下准煞去啦。嘿，
迄人的斗阵是有缘分的了。那讲有缘千里来相逢，啊，那无缘相逢嘛不相识。迄有缘甲无缘哦。我是缘煞未啦，来缘几波。好啦，老王啊，莫生气啦，从安尼准煞啦，好不？但因是当事人，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怎么好说呢？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大英叔，多谢你啊。蛋姐，哎，大英叔啊，你是不是又想到什么想变卦呀？行医的代志我也唔爱做，啊，不过冒充医生来行医这款的代志，真是我袂当勇敢。医生的工作真神圣，关系到病人的安危，没有任何一点仔差错。不管是你是受到什么委屈，这款的行为实在是不应该。我家仔无什么代志，万一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恁两人是要哪对人的父母交代？大英叔，我知影我哪里做是唔对啊，对你造成的伤害，我嘛诚实的。你免讲啊，我知影应该要哪做。关哥，你会当上阮走。陈六啊，归尊归尊啊。大英叔，拜托你。不准！那秋萍替你讲真侪好话，这件代志我嘛考虑真久，最后我决定原谅你，还阁追究。哎呦！啊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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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啊！秋萍，放西走啊啦！哎呦！哎呦！大秘书啊，啊！人安尼讲话分两截嘞，我等下听一下。喂喂喂！啊！等紧嘞，人无要追究啊吼！啊！等紧，啊！船靠岸了，我等下啦，起来，起来。起来谢谢哦，哎，你刚那个太好背了。多谢啦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关心我。不过我也是感觉家己真够呛，感觉家己真正无这个命继续来下食。哎呦，啊，当你安尼哪有意思啦？啊，阮点才甲你有嘴讲啊无烂，啊，啥物你要走咯？莫走啊啦！啊，恁两个安尼浪溜溜，身躯无半身，无底大，无底吃，不如吼安尼啦，少年人。你着人才缘投，做事着爱水气，老坑的维生素到脚手，你着会晓草药啊，对无？安尼当作咧种福田，做好事嘛。有啦，比恁一世家己拢较好咧啦。嘿啦，好无？好啦。哎呦，好啦！欸、大秋的啊，过去吼，咱厝内房间遐济间，啊，无差迄两块瓦两箱地啊啦，叫叫来厝的住啦，好无？好啊。啊，好啦，啊好着来啊。缘投好啦，村里门厝吼，足舒适呢，有钱够。哎呦，好啦！来来来，行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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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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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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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泉州白啊，古水搁烟斗呢。不是啊，后边遐重点。哦，维生素验出来有白不了，不是泉州白的啦，是我的啦。是有影无影？有影有影。真是是你的？哎呦，要生气啦！你安尼啦？哦。你知啊吼？知啦知啦。我哪会生气啦？你少年人安尼对，安尼等下老实坦白安就对啊。泉州白带领带头。应该的。哎呦，阿妈是有影都对。失去的，我感谢天地，轻赐予我。若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阿秋，阿秋，这药摕去吃啦，念念就好啊。等一下，多谢你啊。大叔，多谢你啊！免甲谢多谢啦，医病是医生的天职，这不是在滚生笑。大叔啊，阮今日做是要见医生尔呢。你点点啦，咱做唔对就做唔对，像哪袂用讲，你去换衫，去啦。大叔，是的啦，阮兄弟的个性就安尼，你莫见怪哦。我袂见怪啦，还是我若见怪，拄则就袂甲你斗三工啊。对啦对，哎，大叔，这摆真正是感谢啦。阮两个安尼对待你，你阁愿意原谅阮，而且阁替阮讲白话，
我真正真感谢你。站在我的立场哦，讲实在，叫我遐尼简单就原谅你，我实在是无遐尼大的度量啦。你放心啦，这件代志一定过去啊，我绝对袂阁追究。就连为了恁的代志，费真大的苦心，四界去人求情，我完全是去予深深感动，才会答应无要追究的啦。你是烟斗的少年家，紧来哈，帮恁入水咯。搞卫生嘞。哎呦，啊，阿妈无带着，搁遮功夫。无咩？啊，无来咯。啊，泡水泡饭泡好，恁入水咯。啊，怎着？哈，歹看啦，等下布丁仔看到要笑死啊！我甲你陪。嗯，就饮一撮。安尼唔才有乖。我讲谢谢。哎呦，你。谢谢。那嘛较差不多，你也了解哦。真济代志吼，来也唔知影事实什么情，莫安尼白全部在那匹配叫，那戏戏叫，夹袂着安尼。哦，啊，我真正较软软尔，你还念几波，还念啥？不是，我总讲恁爸着恁爸，该伤憨嘛，加衰着对。啊，煞唔知迄拢咧好料的病来，你着知影搁咧讲，莫啦，我后摆莫安倒好啊。嗯，所以讲恁这查人的观念哦，一定要改变。嗯。定拢要求查甫人啊，袂使怎拄安怎？你也了解嘞，查甫人伫外口拍拼，还是臭名啊，对无？还是足艰苦、足艰苦的代志，侬唔知影。啊，查甫人乌拉拼拼拼归家啦，啊，我哪知讲你伫厝偷听啊？你讲的什么话？你讲的什么话？你迫害我的人格，我这班人有可能安尼？嗯，气死啦！人规庄啊头痛，人拢出名嘞。在。我想恁气死，你袂使讲我安尼啦。嗯。但嘛，较早讲我一味干那花，会嫁乎你哦，是我目睭去互你打烂去。哎、本来就是，你无想看你这样，哎呦，生做歹姊姊。哎，讲我歹姊姊，下代代。你老壳壳，肥硬硬。哈、啊，你条屁屁。阿伯，跟你问，过来个。真正，我到即摆才知影，原来你心目中的我，真正是下代代个肥姊姊安尼。啊哦，你甲我拍落。我拍去怎？练身体，做运动，伏地挺身，甲你翻。你摆下土，用敢那牛嘞？那叫做伏地挺身。安那用敢牛？你想我你安那？四十岁，搁一尾活了。不能是。目睭你一竖起，难免就七十岁啦。到时你食食老，你就知影。人讲食老有三歹，你知无？头一歹，哈气流目屎。第二歹，放尿加尿袋。第三歹，放屁兼闪闪。第四歹，有啦加济。有，那你加一歹。就是爬去你巴肚顶，就讲歹来。到时阵你就一手牵我的手，一手擦目屎。电话啦，电话啦。啊，你袂去听哟？声较大。吼。哦，你怎个讲我什么查某？喂，船长公关。啊，船长哦。啊，是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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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，我先甲伊讲。哎呦，感谢哦，啊哦，你安专工打电话来，哈，有时间来坐，我泡上赞的茶米哦，你啉。啊，感谢感谢。哎呦，是的，来。哎，你是要去哪？卫生所啊。卫生所。哎，你去卫生所是要创啥？找陈医师啊。是新来迄个正港的陈医师哦。看恁这个八阵的，啊，见一个爱一个，惨的呢。卫生所要去做红胎啊。两兄妹啊，个性差不多。你等等，你是咧讲？哎，等等等。啥？啥卡电啊？啊，是啊，我遐摆未记讲，是市长开啦。要变怎？伊讲哦，即摆有人要捐款啦，讲一个大神人要捐足侪钱，让咱只起学校啦。哎呦，足要紧，我都煞未记，紧来，紧去，紧去。叫我去。嘿啦，嘿啦，嘿啦。我是啊，啊，别别别，是嘞，是嘞，是嘞。哎哎哎，穿甲正样嘞，扮甲水个嘿。市长要召见了，真正是妈祖保有保庇，阮翁愈来愈有灵气，市长要召见。唔知当时诶，总统要甲你召见未？
阿姊。你敢无发觉，今日海英甲平常时拢无同款？无啊，那有啥物无同款？你换一个心情遐看，就看出伊无同。就参像这支小吹。虽然是同一支，啊，不过你若用无同款的心情，就当分出无同款的音乐。我嘛不是要安尼，也毋过，我是咧做小阿母，阿爸把所有相片都收收起，伊无权利，互我连阿母生做啥物款都不知影。啊，你想阁是安怎？怎样阁是安怎？阁袂当改变啥物？你个心肝吼，若放袂开，痛苦是你家己，还佫有我，你知无？我唔甘愿，自细我都看袂起，连阿爸都看袂起。所以你卡袂着，你就佮人起冤家，佮人相拍，啊，你着互人看会起哦。别人安怎看袂起？上重要是咱家己，你知无？我会听你的话啊。阿姊听你安尼讲，真欢喜。你家己爱振作起来，好好读册，准备明年要考大学，你知影无？那有哦，我知啊啦，秋萍，哇，哇，嗨嗨嗨嗨嗨，卖个屁啊！敢讲你不是来找秋萍？我挂发气啦！秋萍，因头的话要甲你讲，啊，唔紧讲，啊？阿公，你边倒？我来办位读册。读册，加油！我来教你哦。你要干啥？你卖看鸟的无点哦。A B C D 到家底 ，This is a book. What are these? These are my fingers. What are those? Those are my toes. 搞无？行。再来。多谢你替阮讲情，原来是甲我讲多谢，陈叔已经甲你讲了。对啦，是的啦，我甲何柳两个人哦，甲恁大家骗到玲珑西，想袂到你阁这么好心替阮讲情。你要多谢我哦，先多谢你家己啦。我家己？敢毋是？恁若无一个善良心，我才袂甲恁斗计较。桑尼，
行啦行啦行啦，好，免去啊，有够远啊啦。少年呢，人生海海，一寡代志爱讲，你了解？嗯，我煞不了解，我煞唔知你要替恁大细着机会，对无？内行诶，我问你啊，你看以恁姐条件，阮大个敢看会介意？实在讲哦，对，阮姐即摆归头壳吼，是我叫我读册过大好代志，其他代志拢无感觉啥物重要。读册好代志啊！我嘛读过大学呢，成大经济系，曾经考过大学，经过测试了，试了真歹看。无啦，讲生笑的啦，我就是无读册，即嘛唔才做助手。是啊，我讲简单做就困难啊，但真正要考大学哦，我靠我家己来赚钱，卖反正我要考。赞！哦，我欣赏你啦。哦，你的个性哦，跟我同款同款呢。啊，不过你敢有趁钱的撇步？其实哦，我有偷偷买一挂衫，要去马街拜路比达。拜路比达，哈哈哈！你今仔日拄到我，算你的福气，免乎你开钱哦去拜师傅。看恁那空空手，代志敢袂通？我想我好溜呢。你无听人咧讲，大人不做大代志，小人不做小代志。我是天才呢，我啥物代志拢会晓做呢。你啊，生囝之外，博博万事通，是我本人多多指教。臭大买纳税金，互你讲看卖，到底啥物撇步？你唔晓转小车，无咧诈假。啊，你就对啊，大丈夫。市长啊！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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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大腿啊，你啊，怎啊向啊？啊，无甲向咧，敢要去后等足久个啊？啊，歹势啦，我嘛向管政府哦，啊，申请几落遍咯，啊，因为预算的问题哦，钱拢无伫落来，对伊足歹势。袂啦，袂啦，袂啦。啊，即摆吼，有人肯捐钱要来起校咧。真好啊！嘿啊，啊，捐钱人讲指定要记你啦。要记是安怎？我嘛唔知咧。啊，伊人咧？即摆伫内底。啊，无咱你吧，好。就是这位。大清。秀官，嗯，啊，各位亲爱的芙蓉兄弟姊妹，来来来来，围我来围我啦！今日到鬼本地看鸟鼠啊，搞无得，最后我讲一句话啊，大家甲我买衫，拢是阮老爸啦！来来来，哈哈，来来来，进来买买买买买，进来进来进来，看万来万来，你敢一万？唔是讲我的后头大，唔是我即马讲予你听，人讲登。出兵好，台湾出到全家嘞，两米全小家家做俩来开啦，你着神斗斗软到咯，起想要坐坐，想要倒倒，无想要爬起，我啊，你讲你问我，我嘛唔知啊，今日买袂用啊，今日来卖啦，快点，快点，小姐来买啦，进来进来进来啊！啊好啦，爱人学演，个新表演啦，应该先甲走嘞，应该走嘞，去照相。走了就对了。十几年，我离开家已经十几年了。十几年了，你啥拢无爱回来一撮？我回来是要创啥？别人安怎看我？一个放翁放囝的查某人，我不想要回来皇宫就安怎？你敢袂想你的囡仔？我若袂想，今仔日就袂甲你徛伫遮。你当阵哦，你甲天后的代志，阮实在。过去代志都莫搁提起啊！我甲天后，啥人对，啥人唔对，阮的心肝来上清楚。我即马上解袂过心的，就是对不起我的囡仔。我早的时阵，都这么细汉，这十几年。
我天天拢忘记，我走迄工的情形。因哪走，哪到，你伫我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。代志过遐久啊吼，你莫阁想我啦。对啦，十几年来你过了啥款？应该算袂歹吧。我即摆红尘世错，是一个企业家。你看我即摆安怎？袂歹，真有派头。甲做囡仔时个月牙头比起来，差偌济？嗯。你即摆哦，飞上枝头当凤凰。较早吼，你定人笑我是严格要烫红杯啦。我嫁予天后，嘛是看有法度甲伊安尼四界去打拼。想袂到结局是安尼。唉，世间代志免来暗生情。这三个两三个都卖到清气清气，来来来，这是你出的本钱吼，先收下。嘿，啊，赚的吼，嘿，咱赚一半，紧。娘子啊，啊，物件拢在卖，我钱来当赚一下。哎，你三八啦，讲好咱大家公家啊，对不？啊，这摆让我出来较济。老板，你买先出来啦，身材够好，你好。行啦，行啦。嘿，快点，就快点吼。哎，你哎。哎，大，唔知有啥物指教啊？恁两个人倒位来，我敢拢唔捌看过恁哦。你查这上个地盘？歹势歹势啦，啊，唔知大要安怎找好啊？我叫做痟的啦，这一带拢是我的地盘啦。恁真好胆哦，无我允准，你敢踮这摆摊？大，歹势，啊，这互恁食茶吼。敢干阿这尔，总提出来。大爷，唔系安尼啦，老子我红做本啦，吼。做本。好，哎，你后面怕人啊？走，走，真真，拽开呀，拽开呀，拽。你要干嘛？怕死？这个所在，就干那剩利息会当还我口的人，你一定要跟我斗三工。斗三工，你是讲？我的囡仔，我今麦干那是要看我的囡仔，看今麦是生做啥物款，看今麦吼，看我这做人的，有啥物会当弥补呢？看在伊的心肝，是安怎看待我这个老母？看是不是还愿意叫我一声妈妈？习惯了，唔来艰苦了，我一定给你斗开始了吼。这代志吼，未使急的，爱慢慢来啦。你走的时阵，秋萍阿捌代志啊嘞，伊会认得你。虽然恁今嘛话爱撇开秋萍，爱今嘛咧食头路。做护士算正固定啊，伊这边无问题啦。碍于阿强的心啦，阿强啊，你走的时阵伊差不多三四岁尔，伊袂认得你。卫生下手好，不再讲这个囡仔，嘛对你加费心吼。好啦，我都甲你讲要斗三工啊，你要搁扛吼。好啦。
迄若毋是你甲我掠着吼，我著甲拍死。我做一个生理啊，唔敢安尼啦。哼，若伫台湾哦，遐孙啊，你咪掠一个双脚吼，我甲讲断。你的口较好无啦？无安怎啦？哎好你大，卖看，看这啦，来啦，好，原来你是咧高龄伊大汉的，对。我有两句话，想要互你做参考，唔知你会气嫌袂？阿伯，你请讲。人的出身也好，身份地位也好，拢会当计较，都亲像你食单尼素命共款。但是感情也是假。安尼，这款人就无啥物可处吧？你了解吼？啊，了解，我了解。那阮张平毋捌出外啦，伊所接触的，拢是一寡趣味刀、啊调治故意的讨海人，啊含恁外边来的人比起来，伊是有较含慢。啊，这点，伊都要多多包涵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像伊足好个。小弟啊，你也食到伊煮的，你就知影，不但人好。爸，啊，你无饮酒，一直咧讲酒话啊？当时我是对你讲唔对的哦，啊。今仔食饭啦。哦，哎，多谢。哦，食饭食饭，好，拜拜。奇怪，啊，志刚讲要读册，今仔到即摆还袂转来啦。我这后生，知影爱读册，求上进。拢是像两只做阿姊来讲，一寡阿姊啊，兼电话都无得找。阿爸，啊你要戒酒啊，戒只狗话啊。我替你讲，你讲我狗话。啊来，唔通笑吼，来，食饭食饭。好。你讲几只？啊？因弟的呢？啊，我这个面基味都破烂阿妹。别烦恼啦。我后壁酸入去，把你都吐倒。去。你两个搞应该比较袂歹啊。小张要下进修，叫你去读册，你敢冤家相拍？阿姊，我无甲人冤家相拍啦，迄是对方哦，受欺负人伊啦。啊，你无甲安怎，人欺负你？我，秋萍啊，你莫怪阿强啦，阿强哦是看我去冤拍吼，你才出去甲我斗相共的。无你啊，你是带阿强去倒位？人哪会甲恁拍？咱遮大家拢有实在啦。哪有可能无代无义去冤家啊？我甲阿强就去马经摆摊啊，啊卖衫啊，啊在地甲阮收保护费啊，啊超袂好势都拍起来啊！你去马经摆摊，你讲你要读册，先做要甲我骗？查甫囝有啥物话坦白讲？你用骗，就表示你已经做唔到代志，你知无？恁大拢甲我当作囡仔，我食到这样大汉，我有我家己的想法呢。读册好啊，我会当读啊，不过。我敢袂当靠我家己趁钱读册哦，阿姊，我看你遮尔辛苦，我心肝也真艰苦呢。啊，既然遮尔艰苦，读册阁有啥物意思？啊，你读你的册就好，啥物代志有阿姊伫咧啊。但是我趁钱哦，我就是爱读册。阿强啊，
要趁钱的机会，以后还讲真多啦。你即摆若是无读册，以后一定会后悔。看到少年袂晓想，食老少也唔食伊。阿娇，你唔通恶看。大家啊，欢喜来食无？不管安尼啦，阿娇，你一定好好听姐姐的话啦吼。你若是有啥物困难，就来找我，也是村长。在村顶哦，村顶即摆无闲咧爬山啊。阿廖，啊，你咧讲啥？阿强啊，翠萍，恁两个啊，赶紧入去去安慰恁爸爸，啊，快去。进来。阿廖，本会用黑白讲，话唔当黑白讲。村长爷母，那有可能？你无听人咧讲哦，严官府出狗贼。倒一个猫也无偷食，我亲目睭看到的呢，伫海边啊哦，迄船长爸甲一个查某，咱做伙，哎呦，咱都活红的。哎呀，我叫你工作做，安尼行来行去，拢无讲安怎啦？你这代志啊，差遮久，我怎么听到底吼，无芳谈寻之阵。现在只是要看我的孩子，看他现在是生做什么样，看他现在好，看在他的心肝里，谁敢看待我这个老母，看他是不是还愿意叫我一声妈妈。吃好会生的啦，这叫做棒棒汤，查甫人吃落是会下下叫，看你吃落看会安怎讲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庆祝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明天早起我来要头等来叫，哈，多谢，多谢你。朋友的老人提供啊，快点，孙杰，阿爸，啊，你敢真是答应没有志强去马警察？
安怎吼？袂啦，等你一个罗汉卡啊吼，有啥物代志需要我做，你做你讲，不要紧。嘿，天生我专门嘞，我真会晓嘞，那咪就好嘿。好好好。人这么好，又这么贤惠，娶到你哦，真是八辈子的好体啦。不要不要安尼，你都是安尼老公，无怪得我听。唔敢嫌啦。怎么会有这种人，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？谢谢公家。啊，无啦，无下面啦。有哦，你都爱句话怪怪哦，你要甲讲清楚哦。我是讲。这个茶很好喝啦，迄一栋几啊万的，免讲嘛好喝。迄阮家的代志啊，你一定有啥物代志无甲我讲，我也毋是今仔才捌你的。你若毋甲我讲，你就对不起我哦。我是讲这个茶酒。茶好啉是阮家的代志，你若毋讲清楚，我就无爱互你啉啦。到底啥物代志啦？好啦，其实哦，代志无安尼严重啦。啊，你就讲啊。是今仔日，何柳甲阿强甲我讲，在马公海边看到村长啊。放了一个女人，不能娶查某，真是老卡，真正卡我娶查某，这边我，我外口了，害你啦，我这边刚穿一身小，哎呦喂，这另外，你干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是他们两个跟我说的，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如果不是，那你再一去，我以后再碰到村长，不就拍这样了吗？如果是，准牛妈，你可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啊！打草惊蛇，那都对，这个死老狗，那真正有对不起我，我绝对袂应该拍生惊，一定要好好甲抓证据。等我若抓有证据。我一定要让你好看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庆祝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运命运，天怎样安排其实代志啊，无安尼严重啦。今仔日河流甲阿强甲我讲哦，伊伫马公的海边看到纯金兵，甲一个女人抱在一起。哦，你死啦！我不能当冤家，我死。嗯，喂，你还这样玩这么贵了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等我？等你啦！哦，还是回大家过，还是。明天透早我搁去马经呢。马经？马经选哪？好所在呀。叫我去睏，你先去，我马上来。没见识，没见识，打唔知去倒位，甲人睏倒转来尔，搁加叫我去睏。垃圾鬼，垃圾鬼，不死鬼，泰国鬼，卡卡屁。一定是安尼，啊那无，拄仔那无讲要先洗身躯。哎呦，没见识啦，无想我家己洗做歹滋滋啦。我不管是咧搞我吐嘴，到底是倒位的三八查某，这种形歹这款的，也有人咧爱。迄明明是目睭去互牛甲打落落去，安尼面对我家己呢？啊！我实在袂甘的，我一定要甲你好啊！春天木马，你不要打草惊蛇哦。我爱忍耐，真是把你忍不起来，等我好话脏就脏头。
我就要你现场关起。冷冷的风，亲像是无意义的言话，不通来黑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一时也假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那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完整。生活，请你相信，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，我有爱过。